啥东西？送给你的。送给我干嘛？今天不是你生日吗？对呀、啊，你知道今天我过生日，那你为什么没有表示呢？我本来是给你买的，你叫我退呀、啊。你买的今天能到吗？你昨天才买。我前天买的，但是你说那个吃的不好，你让我退了。前天买的，今天也到不了啊？到得了。到不了。到得了。这是瘦子送给我的生日礼物。嗯。嗯，什么嗯？你看我的干儿子都比你这个亲生女儿好。别把宝宝压到了。啊？你就不管我了啊？又是管汤圆的猫妹了是吧？气死我了！我给你买了，你不是说不要吗？你说不好，给我退了。你知道女人不是口是心非吗？不是说那个巧克力不好，你让我退了吗？那你能不能送你别的礼物呢？那我现在去买，走。我现在不要，我生气了。素养要不要？要，都要。买了火锅食材，准备吃火锅。想买什么就买什么。每年过生日都是火锅，还有烧烤。大厨在烤，每年都是烧烤是吧？火锅是吧？是的。每年都是一样的，明年能不能搞点新花样？海鲜锅，海鲜锅，吃火锅就要这种气氛是吧？是的。怎么都站着吃的？因为没椅子。没有，站着吃多行。还有一个奶奶在旁边吃。那豆腐熟没熟？豆腐还没有。小黑，你也要吃啊？没得你吃的怎么办？来，小黑。小黑。烤串也好了，小辣子好吃不？好吃。干嘛？你不都没拿？味道怎么样？就有辣椒炒面、烧烤师傅当然烤的好吃的，刘子妍妈妈烤的烧烤最好吃的是吧？刘子妍，对。刘子妍吃腻了，我们还没吃腻。小米主播不喜欢我烤的，不是你爹。我也是觉得有点。左手一个串，右手一个串。哎，我的礼物呢？你就知道吃，我的礼物呢？没有，因为你的礼物就是白养了，对不对，小黑？你看小黑，你的礼物就是那窝小猫猫。噔噔噔噔！哇塞，叔叔的蛋糕好漂亮啊！阿姨的蛋糕呢？阿姨也是这个。我们两个一起过生日，用一个蛋糕。那我是八岁吗？我跟你一起过八岁生日好不好？好。马尼，你八岁就马尼，马尼在。十八岁，差个一。大头娃娃。我也想带，我也想带。太小了。那给我带。对上面就一点都不小。大头娃娃，你别说话。哎，听好了，许愿，来，准备唱生日歌，唱吧。祝你生日快乐，害羞干嘛？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传授老师。五年了，五年了，生日快乐！不行，重新再跟我唱一遍，来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。眼睛闭着许愿，眼睛也长上没有？眼睛有好的，来吹，两一起吹。哇！哎呀！今天沾上素素的光，可以吃蛋糕是吧？不然的话都没蛋糕吃。别这样说行吗？这花都碎了。没事，我们一人一朵花。后面六斤搞少一点，搞这个六斤。啊、这是不是切了太多了一点？还有没有我的份呐、啊？我只要一点点、啊，太多了，太多了，谢谢，这么大一块我吃得完吗？